界面，校验界面是什么？校验界面。用电压只需要加电吗？不是，先要修电压。先修电压，但这里密码的话就是一二三四。拍一下，就这样。这里现在我们修正了好像两个点，一个是220伏点，一个是110伏点。这个标准表相同的电压，然后点击修正数，点击这个修正数，记住这只能点一次，然后等这里稳定，稳定过后看一下是不是两边是不是平的，没平的话再等一会儿再点一次。你一定就是说看的这里的显示值跟标准表的值是一样过后你就退出。好，这里分两档，不过就是说220伏档修完过后的话就修110伏档，就是说语言给出的是这里，看这边我们这里的话就输入109.984，就这样109.984。看这下面是微调参数，下面对。好的。那个数值下来，问你放在哪里？你看，到时候你会读这边，它这两边的话，本身的话应该相。这样就算修正完了。一般都是我们一般都是走这里，就是三相修平，因为我们三相接的是同一个电压电流嘛。这里的话也是参数，要把这个勾勾去掉，要根据现在的话，我们是这因为是接的是那个三相接在一起嘛，所以我们这比值的话我们叫3:1。然后的话，这里的话是你的信号的输入方式，我们现在是5万端子。好。然后圈速的话就，然后这个的话就是说那个，常数的话就是看你那个标准表它的输出常数是多少，就填实际的就可以了。填完过后的话，按一下设置，它才能够把这些参数给设置进去。13档其实。它其实也就根据自己的那个常数有关系。这里的话，看这里数值比较平的时候，你先一输入，你可以先把 DC 给修平它，就是说以 I 项把 DC 给修平。什么时候按这个？这个就是刚开始设置参数，你刚开始不要设置这些参数，这些值的时候，对，就按这个，然后设置完过后的话，你就等个几秒钟，你就可以按 DC 把以 I 项把 DC 两项修平。然后误差的话，你看这三个比较平的时候，你就可以，就可以，它就把三项都给修平了。就是电流从大到小一直修。对。每个点都修1.0.0.0.5。对。你先修线性，然后再修角度。是全部都需要功率因素一修完了以后，我再返回去所有的。